章鱼足。再来一口啊。想吃的上去啊。泥螺还得这么吃。哎呦。还得这样往外。挤了吃。有没有这样吃过的？妈呀。没见过的给我双击啊。还得这么吃，这么吃才有，知道不？再来点这个。必须得这么吃。想不想尝一尝？尝的话给我双击加关注。我的妈，太辣了。今天吸个原装大菠萝，瞅瞅，甩不下来。给他来点咱家秘制调料，吸出来给我双击啊。双击啊，老雪，八斤的原装大龙虾，哎呀妈呀，太激动了！能不能给我八个双击，画到手就行了。800的双击。好久没吸大波龙了，今天再吸，咱铁子能不能给我个双击啊？5斤的。5个双击就够了，多了咱也不要。哇，炸肉，太劲爆了。今天吸个12斤的大虾尾啊。来点红牛，如果吸出来，老铁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这虾尾太大了，稍微用劲就断了。哎呦，肉酸起来了，是7片的熬包肉。竹鸡山就得吃一口焖的，一口焖的才过瘾。来点小红牛，咱家秘制的小红牛。看着有食欲的老铁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
太香了。香起来好吃。超大的黄油鸡排，哎呦妈！超大的海螺，蘸点红油，蘸点醋。好久没吃的巨螺又来了，苦点，好久没那么吃了啊！哎呀，这个滚起来，滚了。来个火辣龙虾尾吧，饿了来个巨型皮皮虾啊，寄来的十个人一个人双击就够了。来两个巨型扇贝粉丝啊，先来一口粉丝。扇贝。今天来几个颜色各异的海螺，黄的、灰的、棕的，咱老弟喜欢哪个点哪个，来加点料。这样子，这样吃才香。来的帅哥美女，双击没有上线的给我双击一下。那两块小耳朵，超级香啊！来个迷你啊！带大米的话给我双击啊！有吗？还有米，拒绝。让我看一下，好不好吃？还有黄。昨天煮好了没吃，今天来焖一个啊，隔夜不冷。哇，新的一年祝咱家老铁日子都能像波龙一样红红火火，幸福安康。哎呀，来，先我先吃一个。来串鲍鱼补一补啊，吃鲍鱼，这内脏给它去掉，
喜欢吃鲍鱼的老铁给我个双击，配点红油。超级肥。太香了。双击。海葵吃之前必须给它滤干水分，不然没法下嘴。这玩意太腥猴了，这。哎呀，我的亲娘哎，一会儿就吃你了。算了，不能再玩了，再玩一会儿不行了。把水分滤干哦，必须给它滤干了，那水都喷到了妹儿了。再来点有辣椒面，多怼点，再来点辣椒油，不怼点的话太腥了。哎呀，那啥，就吃这个了，吃这个吧，这个长得比较今天来一个全网最大的水晶大面膜，大海蜇，花了我200个大明天，能不能给我200双？你给我们商量。哇，开花了，你都倒进去，好不好看？给我双击，好看又好吃。你能不能快一点？嗯。特别 Q 弹，棒趴的，接着给我个双击。咱家有个宝贝儿私信我说，让我在他开学之前再吃一次拉面条，就带着全校人给我双击。妈呀，今天这个上面还怼了小米辣，铁子一定要给我双击。老妹儿，继续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吃辣，人家得必须吃双辣。喜欢吃辣的老铁，给我双击。老铁，我姐吃辣椒嗓子都吃坏了，你们就给她一个双击吧，双击不花钱，还能活跃你们的账号，一举两得，给就给一个。今天吸一只2斤的澳洲龙虾，吸出来，老铁给我双击，吸不出来，双击坚决不要。我的妈呀！终于出来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来赶紧给我个双击。肉质细腻。今天来一个5斤的海螺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？哇，5斤的海螺，有4斤是壳肉。啊，哇，看着有食欲没？有食欲给我个双击。苦的，几个干。肉。
看着过瘾的给个双击。吃撑的必须得吃一口焖的，还得吃红油味的。老姐，啊，一口焖怎么少点辣椒面呢？我去那边。老妹儿你，还有火鸡面，两样必不可少。够了够了，我这就两串，你给我弄。哇，这真的不好拿。看我姐这么拼的份上，老铁你们就给一个双击吧，给就给一个。今天来一个超级大鱿鱼啊！来，老铁，感觉够大了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吃大鱿鱼必须得配点红油，必须得吃红油味的。爆个头啊！糯米。我大饼老铁能不能给个双击？好久没有吃大海螺了，今天来一个巨螺，慢点。今天这个黄香。苦的，太苦了。喂，今天来个竹节蛏啊，来个一口焖，如果焖得下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吃这个必须来配点红油。再来一个大鲍鱼啊！哎，摘出来了，给你们看看。哇，想吃的老铁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大补神器。这个留一会儿晚上吃。今天再腌一个泥螺啊！王丽老说想看我吃泥螺。哇，这泥螺都是大个头的。倒入秘制的调料啊！我的妈呀！再来点辣椒面。这个视频，老铁。如果双击能过500，下个视频我就把它咽下去，行不行？我就挑战吃，然后把它咽下去。因为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确实味道不咋的，能把它咽下去真的要勇气。早老铁能不能给我500个双击？500个双击到了，一会儿咱就开吃。今天再给你们凉拌一个海葵啊，最近有点虚，必须得吃点这玩意补一补。上调料。
我得记得给我双击啊。就吃这个，就吃这个最大的这个。肥猴开好了，加点醋，这玩意必须得吃一口，必须得是一口的才香，一口闷的才香，不是一口闷的它不香。能不能赏我一个双击？今天来个一口闷啊，闷得下给我双击，闷不下双击不要了。吴金山称王，肉老筋到了，喜欢吃的给我双击啊！看我这大嘴。今天来点素的，发财蟹，能不能弄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双击？据说看到这发财蟹点双击帖子，今年都能发大财。来点素的，润润嗓。来两个大鲍鱼补一下，这是内脏啊，不能吃，去掉。这边还有个孔。双击，尼罗应该怎么吃？哎呀，给他来点红油吃。再给你加点料。今天来四个金元宝，据说给这金元宝点双击的老铁，今年都能发大财。哎呀呀，必须来点小红油。哎呀，我要不能撒。全是肉。喜欢吃肉的给我双击。来两串猪节肠，喜欢吃辣的给我双击，这样吃才香。这身子老肥了。
天天吃熟的，今天咱也深信一下。哎，新娘，这里面是膏，吸一个啊，铁子，如果我吸出来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淋点小红油。出来了，老铁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？两个串，喜欢哪个点哪个。来个红油小虾尾啊！今天老妹儿给我包了一个超级大的虾饺，是不是全网最大的虾饺？是的话，老铁，能不能给我双击？咬一口啊！还能拉丝，必须双击。来两串小兔子啊！特别鲜嫩，如果十个人一个双击就够了。每次挑战海葵都失败，今天我鼓起勇气再吃一次，如果成功，铁子能不能给我双击？因为这玩意吃到嘴里面会蜇人，关键它还苦，你知道吧，吃这个需要勇气。蒜蓉粉丝，竹节鲨，感觉有食欲的，也要双击了。这一口大撑子，嗯，撑着中间卷了蒜和粉丝，来个大虾尾啊！小黄瓜又来了啊！哎妈呀！他这这是啥？话都说不标准。小海螺。